放回正人哦，好，绝对有误会，我来公开一切。那真正爱恁爸爸，恁都无应该去召开记者会。我今日开记者会，是要正式宣布。邵海胜，你讲啥物？你安尼做，变去死你知无？死你逼我！臭小子，假青梅，佮假了假成嘛，恁袂着看你会当假个人。你这波要出招啊，我爱小心点哦。 那你喜欢执行长，你当作安呢，伊在帮你抓吗？当然不是，太输呀！爱你，你在我办公室里面，是小干部呀，你怎么？小海胜，这开始有内幕，你再给。 Yeah.